笑话你妈几年呢？你那笑话你妈几年呢？你那笑话你妈几年呢？先干家里你那香，是不你那香？你那笑话你妈几年呢？加油！有我走，马总。
们今天其实也带着这个孩子的衣服，在这里为他做一个祈福。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。我们今天其实也带着这个孩子的衣服，在这里为他做一个祈福。当中哦，所以我们今天秀传医院很热情的哦，带着慈悲的心来供应我们白沙屯马祖，还有我们的一个山边马祖。我们也欢迎各位香灯脚一起集结在秀传医院门口，我们一起来供应两位的一个马祖婆哦，让我们马祖婆可以进到秀传纪念医院来为我们。两位哦，受伤很严重的姐妹一起祈福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是秀传医院的外科医师，那主要的话也在一个机缘之下，有妈祖的信徒到医院来啊，直接就讲说啊，那个我们是妈祖请示过来的，然后说也要进一步开刀，所以的话，医院的人都喜欢叫我妈祖指定医师。那当然呢，在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医院。来都是非常积极参与，因为毕竟的话，这个是全人医疗里面身心灵还有社会一个连接很重要的环节。那再加上我们秀传的话，就在南寮宫庙口，也没有人会说我们的医院就是庙口医院。那当然呢，在于宗教信仰还有文化历史相关的活动的话，我们秀传认为这个是我们能够尽一份力来去支持。所以尽管我们做的是科学，不过在文化还有宗教的角度来说呢，我们也希望出分。但往年会有的时候有竞价，但今年是不是特别有集结起来，希望说今年可不可以竞价？呀，过去的话，在去年其实白沙屯妈祖就已经有进来我们医院停价过了。那当然的话，今年我们希望说。一直以来的话，最神秘的过程就是，到底妈祖会不会进来彰化秀村？对，这个当然是我们秀传医疗体系每一个人的心愿，我相信呢也是每一个民众的心愿。那当然呢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最虔诚的心拿出来，那最洁净的愿望，我们希望妈祖听得到。那当然呢。可以看到今天非常多位我们辛苦的香灯脚哈，一起在秀传医院门口，我们能做的当然就是出最大的力量，希望妈祖能够进来秀传，能够为病人祈福，能够为医护祈福，还有我们病人的家属，大家都平平安安。
一起祝福他们早日康复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孝传爱妈祖。不要进去。加袂过，加百个鸡啦！我们现在讲马海峡退一下，让和大家拜拜一下不？Hello， 不要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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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，大家要拜拜得到，不要挤，拜得到，拜托，好来。不要紧，拜托哈。来啊，直接放上去。来，不要挤，大家都叫都拜得到，都拜得到，不要挤，拜托，拜托哈，拜托不要挤。哦，弟妹，需要来前面的吗？可以，他去到前面吗？那我们用的白沙准马祖能够保佑我们健康快乐，我们医疗团队会认真照顾，希望白沙准马祖能够显灵，让我们的医疗的力量更发挥了，赶快早日醒过来，现在醒过来了，但是还要恢复了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祈祷了，我们拜托，希望白沙的马祖啊显灵啊，我们的照顾的小姐在这里啊，谢谢。这个是什么样的？是上衣吗？这是她的衣服，这是妹妹的，妹妹还是姐姐的？姐姐吴燕的衣服，姐姐的衣服，姐姐的衣服，这样子好。对，妹妹在当机哦，还不急拿了，拿这个来哈，就代表两个姐妹嘛啊。谢谢啦，感谢。现在就是妹妹的状况，稍微妹妹的状况是比较还在就是在那边的报道，您都有问了哈。那姐姐在这里醒过来了啊，那还要用认真的照顾，早点能够恢复了哈。所以今天让妈祖有特别评价在我们医院前面，医生，你有没有觉得还蛮感动的？当然我们很感动啊，去年也在这停过啊。去年停过以后，
当然彰化哦，还有秀传病人的健康恢复更快啊，我们的医疗团队力量也更好了。哦，谢谢大家了。可以让我们拍一下衣服吗？啊、来，看得到吗？不好意思哈，这个是那个姐姐的衣服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下面这个是她的，这个是什么衣服的？啊，西服的。西服的。对，好，谢谢。